大家好，我是广哥。也今天买了新的史莱姆起泡胶。手的 M 家的都是，然后哥哥妹妹之前那一大片的全部都丢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太久没玩了，恶心臭臭，太久没玩了。然后爸爸就购入新的起泡夹，那这是他的铁网，然后这是起泡贴，然后这哥哥用的是珍珠奶茶，然后妹妹是本来这是我的，对，哥哥来玩，因为他也太久没玩了，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这个起泡夹，先把它打开吧。好，我们全部拆开了。那妹妹拿的是透明跟透明紫，哥哥拿的是珍珠奶茶。好吧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你先选哪一个？我要先透明的。好，打开。透明的，很吸，哇，它的触感好。触感哦。对，它不会太黏，也不会太干，也不会太硬，就我摸看看。哎，可以哦。它泡面，哥哥的珍珠奶茶。哦，怎么会出来？那出来了哟，咋办？你看摸一下，可以啊。它就如果你太黏，就是会很难塑形，它就会一直在那边，会可以把它抠下来，然后放在起泡贴这边，起泡贴。很久没摸了哈。但是我还是记得。记得，来，哥哥帮你吗？帮你。你先把它拉出来这里，这个全部拿出来。然后把它粘到这里，这样子粘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就是起泡贴了，起泡贴。然后妹妹也是。可是我要先给它一点拉伸线。那珍珠怎么工作的？你可以看这样子拉，你像妹妹这样有没有？哥哥你看，像妹妹这样。眼球。对，它是珍珠奶茶。也是有一点健康。还是记得啦，因为我们大概有半年没有玩那个史莱姆了，因为那时候爸爸买了一堆以后，然后后面。妹妹就跑去玩古卡跟那个手账本，还有火漆拉力。好，哥哥的已经好了。妹妹的。中大吉。好。恭喜。好吧，你压看看。恭喜。看哥哥。爸爸，我的有声音，你都没听。有会听到。现在。为什么它可以拉起来？你也可以啊。你一开始没有，你一开始先稍微像它这样子，你学它，动作学它。你看，要先把它铺平。拉起来。好，铺平往前。你要让它像这样，你看哥哥像这样。直接它，就会有声音哦。哇，小声哦。大声哎，这真的很大声啊，这叫算大声哎，可是你的很小声。加油，哥哥。对。好哎，哥哥你都忘记了哈。哥哥好像有点忘记。你担心你。把它拉起来，你看像这样子，你还记得它这样转？对，来。等一下，哈哈，没有声音啊。你看像妹妹这样子，先把它压，然后再往后。掉了珍珠奶茶掉了。哦，这是那个阿妹透明的。对，给了三三都。厉害哦，透明的。来，我们要起泡了吗？怎么用？没有，你这个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啊。哥哥，你先拿着。要不要我做给你看？你是先拉它，然后像这样子拉着，这样子啊。你看，爸爸都还记得。然后往下压这里，然后它才会粘。有没有印象？这样子。这样子。你们今天超练习。对啊，拉。很高，这样子拉很高，就是一直有点像是在帮它拉筋，然后往下压，拉很高，往下压。拉很高，这样子，然后最后来借我手，你的手，你看我的，这样子，然后再稍微给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就有珍珠奶茶，你看，你试看看，看跟宝宝这样子，对，像妹妹这样，有没有？拉很高，是高手，拉很高哦，拉很高，很会拉哦，加油，因为我是高手，很会拉哦，不能再一次，你一只手要往下压它，然后让它拉很高。对，一直下面的手要往下压它，对，很好，很棒哦，很好，对，很阴，你看我的会有反射光，很棒哦，好断掉了，对你，所以你要把那个它的那个大小的亮度要平衡，你不能可以下面太重，就是要来看吗？来，好这样，你看哦，宝宝再示范一次哦，哥哥，宝宝再示范一次。为什么它的变？你看像我这样拉，你看哦，我先拉中，先中间，然后我把中间拉起来，然后这个往下压，
肥肥大块，我搓一下。往下压，我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啊，往下压。我就是要让它平衡，不可以下面太多，要把它拉高一点。好，稍微往下压，哎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稍微往下压，就是让它不会断掉。然后最后的时候，我要这样子，你看哦，来借我手，你的手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有没有？都已经示范了，再换你，换我，换你，好来，我们再拉一次，再给它起泡一次，我们就要用铁网了。爸爸，你看，哦，来哦，哦，很厉害哦，好，我跟它拉多高？哥哥，你可以再拉高一点，把重量往上拉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哥哥下面太重，上面太轻，你可以把那个量拉高一点，对，再一次，有声音对不对？再一次，哥哥再来一次，妹妹已经把它拉平均了，就是你要让上面有点像那种透白，就是起泡成功。稍微，然后再拉，很好，哥哥看对，好，好，可以哦，好，哥哥拉再拉高一点，对，可以，好，断掉没关系，再继续。过了几年我还是记得。对，上这样没关系，再一次啊，哥哥来这样。哪里几年几个月？对哦，先把它拉起来。哪里有几个月？拉一半的拉上去，开始再拉一次。好，给大家看。好，再来。断太快了。你看我的小可爱，我也不敢点。哦哟。好，那哥哥的，哥哥的，我们等一下用那个，就给他用铁网哦。铁网的话，那一样哦，爸爸帮你弄一下。稍微这样子拉，你看我这边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多在下面，我一定把它，然后把它稍微拉高一点，我把它中间这个往下压，你看我下面不会堆很多，你看我就这样子，这样就也不会断掉，往下压，你看我叫四层哎，你看我用勾的，五层，六层。哎，还有拉面可以吃哈，七层，好，拉高了。哥哥呀，我也想看哥哥的。哦，哥哥漂亮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用那个铁网啊，来吧。集中，把这个，来。哥哥先，还是妹妹先？哥哥先。哥哥，没关系，这个给你。可以。往下压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慢慢往上拉。拉起来。对，有，你要起泡成功，它才会有那个韧性。啊，再拉高一点，哦，原来来了，哦哟，再高一点，耶，还可以哈，好，下来了就很简单，就是直接把它放下来了，然后阿妹都会把它再粘一下，你可以再玩一次，换哥哥再来玩一次，来，我了，好，换妹妹了，来，妹妹铁网，先把它夹，对，铁网压，好。OK 哦，准备喽！哟，这就是为什么这有变化性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哥哥有玩得很开心，有那铁网，好，把它粘回去哦。来，开始了，妹妹来了，呜，好，哇，这么高，你还可以把这抓回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那个这个颜色哦，换这个颜色，对，这是妹妹，换这个颜色。好，这第三罐是妹妹的小葡萄，我做。的颜色哦，哦，一样哦，它更柔软呢。它更柔软哦。嘿，这次我一定。哦，你看哥哥，哦哟，哎呦，有泡泡了。哥哥之前都想起来了哈。是我刚才给他看。对，你看，哇，这好玩对不对？起泡胶，这很便宜啦，这大概一罐大概都30块、20块左右。重点我们都是网路买的。网络买的话，找比较好的卖家。哦，你在偷偷跟大家讲秘密哦。对，网络买的卖家，这样你就可以买的时候会比较好。虾皮都可以啦，你要去哪里买都可以，就是网络买的。给你，有粘住。虾皮的都是 M 家的都是高手。好，我们又换了新的那个起泡贴。哦，哥哥越来越顺手了。有人说一回生，二回熟。来吧，加油！没关系。再来，继续。谢谢你了。很漂亮哦。来，哥哥妹妹还在起泡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起泡。这是葡萄的颜色。好，我要开始起泡啦！开始。开始。哦，你下面往下拉。
下面往下拉，它才不会断掉。我要来了。好，妹妹要来了。哦，你看它的色泽都很漂亮。嗯。你看速度很快啊！哦呦呦，破掉了，破掉了！你没有弄全面一点，你看看哦，这个颜色漂亮哎，对不对？漂亮漂亮，漂亮啊漂亮啊，漂亮啊！它怎么变银色？啊，对，它就是变银色，就是已经起泡了啊。哥哥，你用铁网，快点，再试看看。好。阿妹来了，阿妹来了，哦呦哦呦。哎呦，漂亮啊！声音很大声，对不对？嫩哦，漂亮！哇，哦，你能够把它用大的网子吗？爸爸，嗯，你摸摸看看，弹的软软的，它那个嫩 Q 嫩 Q 的，固定果冻，真的耶，好细哦！哇，很软嘞，哎，为什么能那么软？哎，你起泡的好软哦，它这个感觉更好，对不对？阿姑那里喜欢吃面条哟。你们在吃面条。我要开始来用铁网了。好，用铁网看看。我要烤肉。烤肉，好。我们要来烤爸爸肉。喂，快点来一杯。铁网哦，来哦，加油哦。哦，这么快，很厉害嘞。好，看爸爸用铁网看看，看爸爸用铁网会不会很厉害？用他的，好，用我的，用妹妹的试看看。爸爸试看看，来。帮你削泡。哎，它比较跟妹妹你的比较黏呢。哪有？那叫软。比较软，好。好，这样子，对吧？一粒一粒的小球球。这样子可以，那我来试看看，换爸爸。拉到差不多的时候。就可以抓起，这个好像蕈状云，哇！而且它会往下流，你看，很好玩呢，对不对？对。去哦。我要抓。好，你那边要抓。这是这一次我们买了，我买了几个啊？大概十一个的那个颜色，它的不同的 colors 的颜色，那我们就是。分享给大家，一段时间一段时间，哇，这么大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，我们就是分享给大家起泡胶，像买一买也很便宜啊，我们可以玩大概3个月、2个月都可以玩这个。哦，分享到这边给大家。那哥哥还是很厉害哦，他已经抓回他那个记忆了。好，最后这个 ending， 哇，好，跟大家说拜拜。